可以 ，O 不 O 啦？也可以啊，反正福田攻击也蛮烂的。哦，最主要是吸引啊，然后之后传球，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丢那个能赢比较重要，我觉得，只是大家现在都很怕福田吧。哼，直接冲起来啊！综艺台，我现在排得太低也排不到他们。许哥那很嗨，真的假的？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家里有人啊，没有没有。但我觉得，哦，明天直接嗨起来，哦，可以哦，哦，明天直接嗨起来。明天吧，你就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样打稍微打一点空间。那应该叫他拿那个谁先到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是，是我要进去，所以他拿先到没用，是我要进去，我不是，我是要，所以我里面是净空的人，我要去，所以你就站在外圈，外圈就好。我要去守工艺，是不是？我要被磨工艺了，是不是？敢对耶，工艺是会玩的工艺，就是长谷川克星。哼，看，那你顶我就是踩他干扰而已啊，没有，你会被他晃倒。排斥我在你屁股后面，你要投球，我再走进去就好了。好啊，如果这招有用的话，你就去盖看看。也是有机会被晃倒，因为你要假动作的时候，我就要踩进去了。我说小田啊，嘿，篮板、啊，靠边嘞，杰克，水啊，哦，吸起来三小啦。杰克，哎、欸啊，哇！太突然，干这一招真的是吃身位，吃好吃满。他是用上篮的，不是灌篮。对啊，一莫逃了啊！不行，他跑过去，吃身位，就这样。简单。什么叫拉到深处无怨尤？我们现在冷笑着看着这一切的发生，看着这一切的。跟到靠边，卢巴。我们冷笑的看着这一切的发生。卢巴，你抓的是你跳时间点跟我一起耶。他说身位不行。我觉得这一场我可以跟你们聊天了。我基本上没什么功能。我有水啊。我这边有一只工艺在我面前，我基本上没什么功能。我跟工艺是一换一，我不要被晃倒就已经很阿弥陀佛了。哇。卢巴就守好内线就好了，外线快点，算了，你不要聊天室有没有跟我聊天的？不然我好无聊哦。聊天室，靠边，他守好快，被骗了，睡腰睡腰，然后被吸，先休息了，老师晚安，好晚安哦，没劲哦，没劲哦，没劲哦，篮板球。哦对。篮板，好球，好，抢到篮板，抢到，我直接拔一颗，哎、欸，靠，边又没进，你来了 ，Hello， 我们可以来聊天了。见到，我古川都守不住工艺，哎、欸，我要开大了，我有大，再守一球，这个就运气，你看我倒，你这么快就打了，我在我再多欢呢，我们在旁边多跑一下啊，这个直接从侧边盖啊，这个就。我们在工业旁边绕圈圈就可以了，可以降低你被晃倒的几率。鱼柱出去了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看得出来我很无聊，我的确看得出来。哎、欸，我还要再得两分才能开启那个空间。许哥的大招一直被盖掉，有啊有，当然有机会出啊，我引先到会当然会出啊。卢巴小心哦，好球，开刀喽，好球，见喽。我们现在就是边看聊天室边聊天，边做一些无聊的事情。我们把大招扣起来给小田大绝，好球，等小田大绝。像这种简单的火锅，我们都直接简单的盖就可以了。卢巴，我有技能，我技能。好球，大招中这种东西留给小田的大绝。好球啦，工艺的大招。工艺不敢开大，我跟你赌。好强呢，那么能盖，他开大就被盖、欸，就被盖、欸。古川家对手工艺等二 v 二，没有啊，我还是有在补小田啊。在补。我稍微刚有抓小田一个特招，蛮智障，神改好难守，神我的确要研究一下。对电子烟跟纸烟有涉略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之前以前有抽过电子烟，我觉得哎、欸、还不错，而且我对香烟是没有烟瘾的，但是我抽电子烟我是直接上瘾，因为太香了，太好甜甜的很好抽，
所以我后面就赶快，我就害怕了，这种会上瘾的东西太可怕了。不要怕，外线我来守，外线我来守，内线给你。我们在旁边绕圈圈有没有？哦对，哎，我错我错我错，完了完了，回。第一桶抓到了，终于。我错我错。No my no my no my， 我继续聊天啊，你们林锦龙啦，林锦龙。可以请陈浩叫靠，要叫靠边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那个、欸，可以开启他的那个靠边。我们帮陈浩先靠边、啊，来不及了，啊、太远。锅点有对，这个就没办法啊。那我们就不用，我们就不用闪大招。快给我，这个，老师很轻松吗？对啊，蛮轻松的、啊，基本上没有在做什么事情。我靠边，直接被删掉了。我们做这种做这种，他换人防守，我们捡这种。这么简单的球，如此简单的地板球，他直接叫一支性感的位置。哎、欸，我用二段高抛，那个他有一个另一个技能是二段。你在旁边绕圈圈有没有？然后攻击就很慌。盖掉！哦，他们盖到，他们盖到！哇，帅！有盖有盖，好高哦，好不好？飞高高！攻击位移之后是不是不能动了？攻击位移之后还是可以动。飞高高！但是，所以我们要在旁边绕圈圈。哦，这样有没有偷偷的从后面钻进去？这样其实有干扰到也算可以。小心哦。然后他就有可能被我们骗，有没有？刚才那攻击要是很北吧，直接往后，哎、他如果小田在攻击，他直接跳起来投的话，我就开大就飞过去了。那、哎、攻击算是打得不错，蛮有心机的。他知道他会被盖。老师本业做什么？我现在就是本业就是做 YouTube 啊。我们大学哪一间？我被倒啊！这个 Luba 不够外面。他现在速度好像跑速好像变快。哎、欸，他有个技能是只要晃倒对手的话就可以触发一个技能。给我想晃鱼柱，再给我哥，你去晃、啊，给我啦！我要晃鱼柱，你去晃啊！你要三秒，那个三秒一次啊。对，干鱼柱一直不倒，好烦哦、喔！我直接开大，顺空接呀、啊，属于哦。哎、欸，他那个真的很难触发、欸。大学读哪一间？那個、我没有读大学哦、喔。那个晃倒人的那一招真的有点难触发。我读小田。哦，是不是？简简单单，我们做的这种简单的事情而已，就这样。欸、你知道他的这样就赢了？你知道他的高抛二段的锅点跟原本的二段是不一样的吗？我不太知道、欸，好像要得六分之后会触发。没有，就是他的锅点变得更慢一点，有点像引先道的那一招，影子拉。他说要得六分才会触发、啊。你说三段那样子、哦？要高抛得六分。对啊，得六分之后会触发。福田抽吗？我抽完了，在另外一只角色。然后这一场我们就是做了。哦，我看我们地板球捡六颗吗？我什么时候捡六颗地板球？我都没发现、欸。就一直盖，一直捡，一直盖，一直捡。哦，一直盖。